大家好，我是领航的严千叶。Hi everybody, my name is Lawrence Yan. I'm the president of GPS Academy. And today we are going to not talk about, things like early decision. What is early decision? What is early action? I'm pretty sure, most of the speakers in the morning session talk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ch type of application. So today the main focus will be on how to beat the odds in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Okay, we try to, because each person has their weakness. 每一个学生都有他的弱点，不是每个人都是十全十美的。所以呢，我们今天的 focus 就是，怎么样去弥补这一些弱点，然后进入学生，梦想的学校。今天讲的 agenda 是第一个是，弱点的种类，就是 problem types，有哪一些学生的弱点是比较常见的。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补救的方法啊，potential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And 最后一个是这个个案的分析 case study，有两个比较个比较比较比较。比较special 的两个 case，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Okay, so the first one is the problem types 弱点的种类。那第一个最常见的，我们学生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大学标准的入学考试成绩太低，standardized test score is a bit too low for the school that you want to apply to. Okay，其实如果你的分数比一般的，首先你怎么样知道自己的分数比较低呢？大部分的学校都会有这个Naviance，你可以到学校的官网上面，或者是 Naviance 里面，你可以看到，在过去的5年、6年，你们学校有多少个学生进入了，比如说你想要进的，有 Stanford 或 Harvard，然后呢，你看他们的平均的 SAT score，SAT two score 啊，他们的单科的成绩。就可以大概了解到自己的位置大概在哪里。如果你的成绩差得非常的多，除非你有一个很好的，比如说有一个sport，然后呢到了 national level，到了国际性的或者是到了国家级的，那通常是比较难去申请这个学校。但是并不表示你是没有机会的。OK，the second problem type is your GPA, your school average. OK。A lot of students, when they first go to high school, freshman year, they didn't know what was GPA, didn't care about their GPA. And when they realize that their GPA is very important, it's kind of too late. 有些学生他刚进高中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成绩的重要性，所以呢，有可能刚开始的话忽视了这个成绩。等到他真的意识到成绩的重要的时候，有可能已经太晚了，因为申请大学是看9到11年级的这个综合的 cumulative GPA。OK。然后呢，第三个问题是，有些学生他有可能他的 SAT 考得很高，然后呢，他的这个GPA 平时呢上课也很努力，然后呢，他有不错的 GPA，但是呢，他缺乏这个 leadership skill，就是这个领导能力和这个特殊的才能。那有些家长觉得，我知道有些学生有可能去参加某一些 class，然后说这个 class 是就是提升我的这个 leadership skill 的，我的领导能力的，这个，我个人觉得这种 class 是有帮助，但是它没有办法去体现你的这个领导能力。一般的领导能力是要通过某一件事情，通过某一件事情才能够帮助到，就是能够体现，而不是说你参加了这个 class，参加了这个课程，你的领导能力就已经够了。或者呢，就是特殊才能，就是很多学生有可能 too much they focus too much on their academics, they focus too much on their 他们的 SAT score 或者是他的学校的平均分，他们忽略了培养自己特殊才能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家长需要给学生去把关的，就是在学生周末的时候或者是 summer 的时候，提前比如说在8年级、7年级的时候，让他去接触不同的这个方面的东西，比如说电脑方面的，比如说机器人 robotics 方面的，比如说艺术方面的，这些都是会在后期对他有很大的加分的。Okay, number four is
no involvement in sports and school activity. 有些学生，成绩也很好，但是呢，他没有参与到学校里面。啊，很多学校里面其实很多的 club 是非常的，有用的，像比如说那个 kick club， 像比如说这个 Red Cross， 比如说像有些很多学校都会有 Science Olympia， 然后有些学校有 math team，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帮助到学生的。还有就是这个体育活动，很多学校其实大部分的学校都会有它的这个 varsity sports， 有可能没有说很多很多种23项，但基本上都会有超过5到10个这个体育的活动，学生是可以去 try out 去参加的。OK， 然后呢，下面一个申请的弱点，有可能学生所有的东西都做到了，他的成绩也好，平均分也高，然后呢又有一两个这个体育的活动。但是呢，他的学校竞争太大，就是说这个学校申请同一个学校的太多了，像比如说每年这个 Stevenson 或 Bronx Science 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学校，但它的竞争同时也是很大的，它是一个双刃剑，一个 double edge sword， 对吧？所以呢，就是说要了解到，其实竞争大的话也是一个弱势，是一个强势，也是一个advantage， 也是一个 weakness。那最后一个就是。很多家长认为，我如果参加了体育活动，我参加了什么，比如说音乐的方面的比赛，那我就有特殊性了。但其实这个没有，还不算是独特性。前面的所有的1、2、3、4、5，其实都是一个 requirement。如果要去常春藤的学校的话 ，Ivy League，those are requirements. They're also looking for diversity. 他们要找的是多元化，然后呢是要找的是独特性。Okay， 所以这个的话之后也会。讲到这些就是prom type 基本上常见的一些申请的一些弱点。好，第一个要讲的补救办法是这个大学申请入学考试。刚才也有早上也有很多的家长在问这个，就是说我的小孩 SAT 已经考了2次啦、3次啦，但是没有这个明显的进步，或者说他什么时候应该去考？然后呢，现在的 SAT 又有改革，又有新的，有旧的，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呢，面对这个分数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学生的成绩不够高，不是很理想，那我都会建议学生，就是说，在 SAT 不是非常稳定，就是改革的这个时间段，正好是改革的时间段，其实学生。同时也可以去 try 一下这个 ACT 的考试，那两个分数的话可以同时去考，然后呢看哪个分数是比较高的，它就可以递送哪一个成绩，它是有个换算的一个 conversion table 换算的一个表格的。ACT 的话呢，满分是36分，那具体的东西我就不多讲了，你可以在这个网上都可以找到。那就是说，重点就是说，两个都是可以考，然后你再有一个选择性，而且 SAT 跟 ACT 的考试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两个是不同的机构，像 SAT 是 College Board，ACT 呢就是 ACT 的 Institute， 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机构，递送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是希望家长能够也多了解一下 ACT， 然后呢。两个都考，然后呢给自己的小孩多一点选择。那通常来讲的话，就是理科比较好的学生 ACT 是比较有优势的，如果文科比较好的话呢，我会建议还是考这个旧的 SAT 啊。好，还有的就是说有一些学校，像学生有可能考了很多次，他真的是没有办法，他 SAT 不行，那有些学校其实 SAT 是可以被代替的，就是说前50名的学校，像 Wake Forest， 它是不需要递送你的 SAT 成绩的，啊，那有些学校是可以用3个 AP 的成绩来代替你的 SAT 的成绩，或者是用3个 SAT 2的成绩，3个 SAT 2 SAT 的单科来代替你的 SAT 的成绩。但这些学校不多，但是肯定是有的，像比如说 NYU 就是可以这样子做 ，OK， 所以呢。但是它也是这3个 AP 或者 SAT 2也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其中一个一定要是文科的，比如说英文的或者历史的这个 SAT 2，所以呢，家长和学生可以也去做一下这个 research。OK， next one， 有一些如果是对这个是专门针对这个留学生的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很多的学校，特别是在50到100之间的学校。它有一些学校是不需要提供这个 SAT 的成绩或者是 ACT 的成绩，
他其实就需要提供他们的个托福的成绩和他们的 high school GPA， 高中的成绩单就可以。然后如果真的分数太低的话，如果学生的 GPA 真的太低，或者他的就是说超过了两项太低的话，比如说他的分数也低，然后呢考试的分数也低，他 GPA 也低的话，即使他去了私立的学校 private school， 他也没有办法去很好的这个私立学校。这种情况我个人建议是，不要花那么多钱去一个差的学校，可以把这个时间，比如说可以去一个好的公立的学校，然后呢如果学生真的想去一个 private school 或者要很好的学校，他可以等到这个第二年或者是第三年，因为很多的学校 transfer student 就是转学的话呢，是只要有24个学分或30个学分或36个学分，每个学校不一样，就可以 transfer。 那这个时候的话，他就不再看你的 high school 的 GPA， 你的 SAT 的 score， 他主要的是看你的大学的这个平均分。 OK， 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是有机会的，成功的长短主要是看自己去把握。我觉得有可能有些新移民或刚刚来美国，他们的英文没有办法像本地出生的小孩子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只要他们够努力，到最终还是可以进非常非常好的学校，有可能也是 Ivy League。 OK， 第二个补救的办法讲的是这个学校的平均分太低，就是 low GPA。 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严重的。我觉得如果你的 GPA 低于某一个分数线的话，其实好的学校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的。就而且其实如果你的九年级的成绩比如说低于90分，像很多的 Ivy League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就是可以去去再去申请，因为它是3年的一个综合平均分。但是有些很多的学生，我觉得特别是男孩子，有可能到后期到10年级、11年级，他们领悟到了这个学习的重要性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有些东西是可以弥补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改变这个平均分的算法。因为很多学校就是在这个 Common Act 上面，这个通用表格上面，他会问你的分数是多少。那学生是可以把这个100的这个换算方法变成4.0。如果你的分数是比如说90分，那或者是3.5，我感觉是3.5好像比90分要稍微好看一点。OK，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那有些学校是93分，它就是4.0 4.0， 因为它93分就是 A， 或者是92分94分是 A， 所以每个学校的这个它的 conversion 的 table 是不一样的，但是你可以换算一下，看看哪一个是更加的对学生更 favorable， 更有利。OK， 第二种方式，很多学校像比如说长岛的那个 Friends Academy， 非常非常好的学校。那他们的学校学生是可以不提供这个 GPA 的，他们学校也不会给你 GPA， 就是他们会把你所有的课程、你的 transcript 啊、你的课程、你的那个就是成绩单给学校，然后里面没有你的一个综合的 GPA， 所以这种其实我觉得是挺好。如果学生的这个成绩不是特别的高，但是他想要让学校看到。他拿的这些课程，有可能他拿的数学非常的难 ，multivariable calculus， 他拿的是 AP physics， 有可能他的但综合的成绩不是很高，他是需要让学校去忽略他的这个 GPA 的。我的建议是，他不要把他的 GPA 放进他的 Common App 里面，他就是把自己的 transcript 寄给学校就可以了，让学校去看看他拿的这些课程。好，第三个的话是针对这个留学生，其实之前的话，世界日报也有做一些报道，就是说国内的这个中国来的那边的这个成绩单作假的问题非常的严重啊。那这里不是鼓励说大家可以去作假，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每个学校其实它的评分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就是像很多学生，比如说他是10年级来美国、11年级来美国，但是也有些他9年级的分数就要 transfer 过来。那每一个学校的这个 conversion 的 table 就是转换的这个分数是不一样，所以呢，其实是可以有一些就是，根据实际的情况啊，不在不作假的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去
反映出它的一个难度性，有可能90分就是 4.0， 或者是85分就是 4.0， 在他们这个学校，因为每个学校的这个难度和评分标准是不一样，就在美国也一样 ，Stuyvesant 的评分标准跟 Flushing High School 的评分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成绩真的太低的话，我们也同样是建议，就是说从这个社区大学，或者是从就是 CUNY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开始，然后呢，等到他的更适应，或者是等到他的成绩更好一点的话，可以去申请更好的学校。但我觉得最不值得的就是，既去不了好的学校，同时又要花很多的钱。我觉得这种是性价比最低的一种方式。Okay, potential solution number 3 and 4，补救方法三跟四的话呢，是讲这个领导能力和特殊才能的。第四个是无体育项目或学校的活动。那下面的话有一些建议，不是说学生每个都要参加，但是呢，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他能够尽量的去完成这一些东西，因为它不是一个加分的，它是一个必须学生要有的。第一个的话就是参加一些比较特殊的义工活动，其实每年的话，我们很多学生组织去不同的城市，就跟去纽奥兰，去其他的地方去重建家园，或者是说去穷的地方去当支教。我觉得像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义工，不单单只是要坐在 library 在图书馆坐200个小时，或者是这些当然也是有用，而且也是要的。但是我个人的建议是，就是说比较。最好是比较多元化一点，就是不仅有这个在图书馆的，或者是在一个老人中心的，也有说一些比较特殊的义工活动，这些能够帮助学生 differentiate themselves。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组织一些公益的活动。那像我们很多学生以前，比如说他的艺术方面非常的优秀，那他可以召集一些自己的同学。然后呢，去义卖，把自己的作品卖出去。有可能他们卖出去的钱只有50块、100块，然后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他组织了这一个活动，他有这一份心，而且呢，他也可以体现了自己的领导能力。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遇见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场地啊，比如说他要怎么样去跟别人沟通，对吧？这些都是一些领导能力的一些体现，而不是我上一个课就可以了。Next one 是用学术活动来弥补这个领导能力的不足。其实在美国有很多的学术的活动是可以弥补的。很多家长比如说他知道这以前经常会有那些信寄过来，是 summer school， right？ 每个很多的大学，像 Harvard 也有， Princeton 也有，每个学校都有他的这种 summer school。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越容易进的它的价值就越低，越要申请的，要 recommendation 的，它的价值就越高。而且这种通常来讲，它是不是以赚钱为目的的。像比如说 MIT 的 RSI、MITS， 比如说像Ross 的那个 Math Program， 很多其实都是免费的。像 Columbia 的有它的 Business Program， 这都是免费的。那这些的价值跟比如说我随便报一个名，我花钱去参加某一个 Summer Program 是大很多的。所以呢，我觉得学生在每年的，因为你不能等到 summer 开始的时候再去找这一些academic program， 所以最好我都会建议大概在1月份就开始找，然后呢3月份要申请，因为还要 recommendation， 还要写 essay， 就把每年的这个时候当做好像是提前在准备申请大学一样。OK， 下面讲的是这个实习的重要性。其实很多的学生家长不知道，其实高中生也是可以去实习的，也是可以做 internship。 有些学校像比如说加州的学校，他会问学生这个有没有实习的经验啊，这也是他们的一个项目。有可能是他会把区分开来，是 volunteer， 是 internship， 是 part time， 是school activity， 所以他都会分开来的。那其实这个实习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去弥补，比如说在这个某一个方面不足，比如说在成绩不足的方面，因为它这个专业性是非常的明确的啊。比如说你在某一个机构，即使是打杂的也没有关系，因为其实高中生嘛，他没有期望你说要贡献多少东西，但是
他需要看到的是你的一种态度啊。所以这个实习的话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像 UPenn 就会有一个专门的实习的这样的一个 program， 学生是可以去参考的，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机构和学校都是可以的。好，下一个的话就是参加竞争比较小的运动。我们很多的家长跟我讲，我的小孩身高不够高，跑的速度不是很快，那怎么办？他没有一些特别的东西，那是不是对申请是不好？那是当然的，因为在高中的阶段，其实体育很多的学校是非常的重视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个培养的。那就如果是两个同样的学生，一个是同样的成绩，一个是每年都要花上3-5个月的时间，然后每个月都要花上每天都去 training， 然后他的分数跟一个没有体育项目的是一样的，那这个有体育项目的学生肯定是优先考虑的，因为他不仅能够在成绩方面好，他也能够体现他的在运动方面的一个能力，而且这可以完全展现他的分配时间的这个能力。OK， 但是呢，有一些校队不是那么好进的，比如说篮球队，有可能你要身高很高，或者你弹跳能力要多好。但是呢，其实所有的运动它都是一样的，就是在美国有23个体育项目，它都是公认的。Unfortunately， 很不幸的是，这个乒乓球、羽毛球不是在这个里面。OK， 但是其实很多的活动是更多的，我觉得是靠技术吧，过于这个你的身体的这个 physical 的这个 ability。OK， 像比如说 bowling， 比如说 archery， 射箭，比如说保龄球，这些都是这个23大体育项目之一。OK， 所以呢，学生是可以在，而且这些体育项目的话，通常它的这个竞争是比较小的。我们有个学生在这个 Port Washington 的 Weber， 那他呢也没有很高，但是呢他后来是进了他们的这个 bowling team， 总共7个人去 trial， 然后呢他的教练收6个，所以这种的话就非常的容易啊。但是有些有可能篮球或者是 baseball 会比较难的，也是可以去 try， 但是呢我觉得高中的阶段最好是要有一个，最起码有一个体育项目。然后呢，体育项目最好是在冬季的运动，因为春季的时候到了10年级、11年级有 AP、SAT 2、SAT， 就会很多的考试就会没有，就会影响学生的分数。但是冬季的运动通常差不多在1月份、2月份就结束了，就不会影响那么大。OK， and the last one 就是组织自己的这个俱乐部和团队。那很多学生，比如说他想要去参加，他要体现他的这个领导能力的话，是其中一个是组织自己的这个 club， 或者是一个 team， 或者是有一个社会，就是有一个这种可以帮助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 project， 也是可以的。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如果学校的很多的 club 你不能够变成比如说 president 或者是 vice president 或者 secretary， 你可以想办法就是说召集一些跟你有共同兴趣爱好或者是有共同理念的学生，然后你们去只要有足够的学生拿到足够的 signature， 足够的签字，你们是可以自己去跟学校去申请，然后组建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俱乐部的。 OK， 我觉得也是提高这个领导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OK， potential solution number 5， 是这个学校竞争太大怎么办。我觉得这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其实比较难回答，主要就是说学生其实应该是要去最好的学校的，就他们如果有这个能力进入比如说 Stuyvesant、 Bronx Science、 York、 Brooklyn Tech， 他们应该是要去的，因为这些学校能够提供最好的一个平台，让学生学到最好最多的知识那同时呢也是竞争很大的，不单单是这种特殊高中，还有私立学校，像比如说 Exeter、 Lawrenceville，或者是走读学校 Dalton、 Trinity， 这些学校其实都是竞争很大的。但为什么大家都是想要去这些学校呢？因为这些学校可以帮助学生不仅是成绩方面的，也是领导能力方面各个方面的一个培养但是呢就是说有可能在申请的时候要灵活的，第一个是灵活的运用这个 ED Early Decision、 Restrictive Early Action、 Early Action、 ED2、Rolling 滚动式录取，这种不同的这个申请的
这个方式啊，要避开他的竞争对手。因为有可能有个学生他申请的是比如说Columbia， 那有可能他是学校的第一名，那他在 regular 申请的时候，他有可能是所有的学校一到二十名的他都会去申请。所以呢，为了要避开这个学生，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提早能够去申请啊，像比如说用这个 early decision restrictive early action ED2， 这些都是可以避开，只是说每一个它都是有不同的一个结构的，那这里就不多讲了。下面的话呢是同时选择学术能力强但是申请人数较小的学校，其实这个都是可以找到的。每一个学校，大部分的学校现在很好的是它都是用这个 Naviance 来申请，所以在这个 Naviance 里面的话就可以看到最近的往年的学生，比如说 Hunter 也有，像 Stavison 都有，都可以看到之前的学生他们进入某一个学校的 GPA 是多少， SAT 是多少，那看一看哪一些学校是申请的人数最少的，同时这个学校有可能也是你的其中的一个 dream school 或者 target school， 有可能把它变成你的 early decision 或者是 early action 的对象。 OK， 这样的话呢你可以避开有一些就是同时申请这个学校的比你在各方面更强的人。那就是说申请学校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内部的竞争，就是一个学校里面同学跟同学之间的竞争，所以呢如果你的 ED 的学校或者是你的 EA 的学校是申请的就是好的学生申请比较少一点的，那你的机会就会变大。OK， 我觉得申请数量的话是根据每个人，因为有些学校它是有限制的，比如说 Bronx Science 它是有这个像 Stavison 它是有这个学生的就是申请的学校的限制，但有些学校是没有限制的，那我都会建议多申请一些。但是多申请一些有个问题，就是学生来不及申请，那这个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他们太晚去开始他们这个 process， 像我们很多学生申请20所、25所学校，其实他已经完成几乎所有的东西，只差 recommendation 了，他申请他用暑假的时间把所有每一个学校的 supplement 都已经完成了这个情况下你就可以申请就是很多很多的学校，而且呢给自己多一些选择。 OK， 如果在经济能力富裕的情况下，有一些学校是个别的学校，虽然说他们在他们的官网上面会写 knee blind 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家庭的情况来这个申请，而且是有一个 wall， 就是有一个比如说你的申请奖助学金跟你申请的学校是没有关系的，但其实有些学校是有关系的。所以呢如果在经济能力富裕的情况下，有些学生是可以考虑用这个放弃奖助学金去申请，但这样的学校不是很多，而且呢他也不会公开的这样去讲，所以呢学生就要去做一些调查。好，第六个其实我觉得也是最难去提高的，就是学生的这个独特性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最难的，因为它需要很大的毅力，而且呢它需要学生很早就要开始，不是说我到了十年级，然后呢他突然想到说我没有这个独特性，那我去做一个事情吧，让他有独特性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要做这个事情其实有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做了，那就不独特了。所以呢我特别建议就是家长在那个学生比较小的时候，比如六年级五年级甚至更早，他就去让他去培养自己的这个兴趣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他的兴趣培养好，像比如很多学生他在电脑方面是很有特长的，他其实可以做自己的这个比如说自己的 app， 像我们之后会讲到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来讲最后的两个case study。第一个的学生是他叫 Steven 他在那个 Connecticut 的一个学校Marianapolis 一个私立学校读书，然后他 SAT 是2020分然后他申请的是这个他的 early decision 是 CMU， 就是卡内基梅隆的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这个的几率其实是非常的小，但是因为这是他 dream school， 所以还是申请了，他最后是被 rejected。但是因为他的这些课外的活动比如说他自己做自己的平板电脑软件的开发，又是这个 Statistic Club 的主
席，然后呢又参加了实习，在这个 EY 是一个四大会计律师楼做过实习，他最后是被全美前二十名的 Emory University 录取了，而且是他拿到了3万块钱的每年3万块钱的 scholarship。同时他也进了 UC Berkeley、UCLA、乔治亚理工、伊利诺伊香槟、纽约大学、密西根大学，还有其他的7个学校，他总共申请了21个学校。OK，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学生的话呢，他姓林，然后呢，他也是来美国的时间，也不能说新移民嘛，他来美国大概6年的时间，他的 SAT 的分数是2030。然后呢，他只有这个 SAT 2的数学的成绩，因为他们的学校不是很好，就是没有 AP 的，所以他没有考其他的这个 SAT 2。那他也是从这个9年级开始做了很多很多的在金融方面的这个活动，你看他的义工根本排不下，有15项。然后呢，又是这个华尔街讨论会的成员，又是田径队的，连续坚持了4年，因为他的这一些东西，而且他申请的学校有22所，因为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可以忽视他 SAT 2030分的，所以呢，就是说提早开始准备，然后呢，最后他是总共，进了15所学校 ，OK， 那他最后是很幸运的进入了这个哈佛大学，然后他的 major 是就是 economics major， 今年9月份开始上这个大学。因为他同时也进了这个卡内基梅隆的那个商学院 Tepper， 也进了约翰霍普金斯，还有 Berkeley 乔治顿大学，UCLA 南加大 Emory 等14个学校。所以就是说某一个方面不足其实并不能够代表他真的就没有机会了，但是你必须其他的所有的东西都要好于其他的学生。所以呢，就是希望这里大家能有所收获，那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在下面再向我咨询，谢谢大家。